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我今天又遇到一个葫芦坑了，也是龙王坑，今天把它给盘了。开干！大家看，这阿展耐不住寂寞，太闲了。本来说这个坑有拿来抽的，他说他时间也有了，有到现在没一起抽，现在整的搬主管了。哇，他那边帮我关掉，身上面的先给他抓一下。哎，这边，来来来来来，十九公，我的最爱。这个要是拿回去炒那个韭菜会怎么样？那估计吃不了了哦。来来来，进去进，骨头太多了。哇，这边。哎，哦，真漂亮吧？看一下，这人抓最漂亮。进来，这个坑，感觉我下面看到挺多了啊。那我上面不找了，下去。哦，这边意思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也是鳗鱼类，不过这个挺漂亮的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哇，这个是那个花金菇啊，这个可以，哇，哇，进去吧，哇，漂亮哦，这个漂亮，啊，哎呀，这个最好抓了，来，进去，到我土里来，哦，这边也有一次，是石头都不用盘，这里是不是？哎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毛毛的。哇，虎鱼啊！哇，你别吓我！哦，这个又是打到了就完蛋！哇，有虎鱼那我要小心一点，慢点来，慢点来，一堆呀！哇，这边哇，你别吓我！来来，收了收了，不错，这个可以。哦，这边哇，哦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幸好我刚才没碰到他的刺。这个贵呀，阿展，这个是黄金虎鱼啊，这个可以。哦，小心小心。等一下，我给它放下来。黄金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发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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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。哎呀，进去吧，这个坑不贵。这个能不能炒韭菜？那是浪费资源。那个花金虎，他们说可以的。因为那个是对男人要装备都挺好的，那可以拿回去炒韭菜。这个这么大，不知道能不能盘得动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我还会喷嘴，这个应该也算是海葵吧？不知道，我这个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盘得动，盘得动，给它盘了。哎呀，哦，还可以。哇，石头蟹。哇，石头蟹那边。在哪里？哇，这么大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小螃蟹好多啊！小鱼仔也好多，哦，看一下，这个都是小。还有这里还有十几个。哦，吓我！你吓我！你吓我！我叫你吓我！来吧，来吧，这个，哦，被夹了两下，你完蛋了！你今天完蛋了。狠的来一下。来，狠的来一下，你今天完蛋了。可以收了，进去吧。等一下回去再找你专长。咦，那你，你等，哇，这个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，啊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这边怎么有这个鱼啊？这个不知道名声的鱼，给它做了先，拿回去问一下，看这个是什么鱼？哇，这个我真的海里面没见过。哇，刚才那一条感觉像黑毛，不过黑毛很黑呀，啊。这个游不切，我这主管给它拿起来。哇，这边，哇，今天这个坑可以啊，这个坑可以啊，这个坑可以，这个坑可以，哇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这个要慢点来，哦，脸是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收了才走，千八十多分。旁边，这里面有那个有虎鱼，有点怕。我们要慢点了。
哇，这里面臭毒也挺多的，都是猛货坑啊！哇，小心你的腰啊！不行，不是我脚不敢用力，那我们就不攀它了。摸一下，摸我又怕有货里面。又是这个螺，螺好多，那不要了，打了好久了也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再去看一下周货吧。今天周货可以，虽然货不多，但是可以。走了走了。最给力的是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咦，环颈虎，然后一条环颈虎，两条虎鱼，这个等一下拿回去给他炒韭菜。这个是大补的好东西啊，给你补补腰补肾。我是捡这样子，然后那就赶紧抓紧回去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这大圈的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我们拜拜，下期见。走，等一下回去。